日前，习大大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刚结束2016里约奥运征程的中国运动员代表团，对此傅园慧激动不已。他发微博表示：“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太让人激动了，我不洗手了，我不洗手了。”清新脱俗的傅园慧现场是那么的活力无限，感觉又是新一轮表情包呀。据了解，要说整个奥运会哪个中国运动员最火，那绝对非傅园慧莫属了。要说傅园慧到底有多火呀，就连英国媒体都报道了傅园慧接受采访时的搞笑言论和神态夸张的表情包，并惊呼这姑娘真的是太有趣了。优酷娱乐整理报道。